好，热烈欢迎。对，我做的这个盘比这个宽大，就好比这个大。这，我这去年我这牛就搁这搁了，它都咋的？都是准备搁些公牛的，跟母牛玩也行，但太大的母牛吧，咱这要是干啥的话，最好是大点的，最好大点的。嗯，你像要是说的固定的，你做这个大的水泥的也行。咱这比这做的比这宽，是不是？比这能这么宽？对，你尽量宽点的就不错。这你在以铺砖、铺砖好，还是说这个放的什么好？放的还是砖的好，但是你这啥的，你必须得保证啥，你这个地不是那烂瓦堂子，又是往上反运，那样就不行了。不是，地都挺好，我那有放砖，拉了很多车放砖，拿那就是西方那个，但是这个就是这个红砖咋的，它不防滑。对，要不是说那你说那种，就防止说冬天前那牛一撒尿一冻。对，吃了特别大母牛怀孕了，因为拽掉犊子了。你看他这个窗户都是这个高塑料布干的，冬天前就是高塑料布一扣，夏天前一摘就通风了，完这么省钱。初步想整点小母牛还是整大母牛？整大母牛。揣犊子还是说的啊？直接整揣犊子呗，保揣一个是吧？整点投产的也行。口小啊，对不对？一般好的大母牛，你就选点这个没换牙的，或者是刚上俩牙的，这样行。对，太老了，你太老不就放不上了，对不对？他这你看这俩拉门设计的也挺好，上面悬挂的。啊，自己做的。跑道不轨道搁上面的，对，我那个是做的钢管的，比较宽。啊，你这牛皮桃子必须选择那个厚身的，要不你这养大母牛不像那小公牛，小公牛上去不咋地，那大母牛一咬上去都给你踩碎乎了。不是，它软了不行。对，你买那个好的厚点的。我买的全新的。新的，我另外这玩意儿有原生有再生的呢，这皮子。原生，买的都更好。又到一家，咱们就是主要是看看牛圈，看看人家牛圈构造吧。我这肖哥完回去之后也照人家这个设计啊。这现在是两米三米都行，咱看三米啊。两边这牛挂完了以后到这儿呗，是不是？后面车也过来了。你这两边呢，这牛干。立砖的，现在就牛圈一般都铺砖，铺砖它是一个好在哪儿呢？这是一个另外还是防滑，对，一个是渗水，另外一个防滑。你这个照你们说的，这牛做防疫了啥的，牛需要隔离了，你咔一关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另外还有这玩意儿，一会儿你瞅瞅这玩意儿，你回去可以设一个这个东西。啥上车？给这牛打针了啥的，做应急了啊！进去之后，这牛它一个是一个，咔一夹，它一动不动啊！啊，这不门吗？
哎，对，咔就咔家就堵里了嘛，你咋整他老实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这俩大种苗长得挺漂亮。你看他，看他尿，他还尿了。大男孩，这肉皮松，这才能长大个呢。现在多穿肉。这是一千出去，这个公牛这玩意儿压秤，不像母牛，母牛这么大个没有一千斤。硬啊！你看，发情了。干说不练假把戏。这个拉门。嗯哼，挺好啊，这整挺好，这是卡的。有一种那个啥的，有一种做那个创发的，你得管发一个。这附近养牛的多。你这挺听话的，听懂话了吧？听懂话。哎，钱就出在这里。今天他今天穿稀了，不管的，头了，那都拉毛病了。你这玩意儿，你对他好，他才能给你多出钱。对。看骨架上这四柱，这粗腿，这大粗腿，对不对？你要总觉得腿精细，你妈的！这俩玩意儿搁这家子，搁家修行呢，也没有这个，这整个母牛配上啊，搭配上，人家别闲的。这个母牛在这里消耗不了，都不能喝水，他俩干，干了，干黑了。这两个老光棍儿搁家，发大财。